请评委打分，请选手准备才艺展示。接下来有请丁英评委进行点评。谢谢这个汪韵乐小朋友带来的表演。那这首乐曲呢，它有着非常浓郁的西域风格和色彩，不仅有充分的传统技术，还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技术。那咱们汪韵乐小朋友呢，虽然小，但是能够把这样一首气势宏大的乐曲能够演绎的，应该来说是很完整很全面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谢谢评委的点评。选手准备进行才艺展示，计时开始。我是小溪里一条最弱小的鱼，没有颜色，暗淡身躯，我想要到达神秘美丽的海底，越过风浪，穿过河堤，游往那神秘美丽的海底。我曾是小溪里一条弱小的鱼，越过大河游到这里，看这片大江茫茫无边又无际，但也不能阻挡自己游往那神秘的海底。请评委打分。你好，汪韵乐，我看看你画的这幅画，这是一条小鱼在珊瑚丛中，是吧？对，是。我刚刚还在说呢，你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综合的才艺展示？是不是内心潜台词是，为什么只能展示一段才艺？是这样吗？我觉得我都很喜欢这些才艺，然后我特别想把它一起展示，然后我觉得这样把它串成一个故事又非常感人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好。就想这样展示。每天练琴要花多长时间？我现在准备比赛的话，每天会练8到10个小时。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光练琴又8到10个小时，还要吃饭睡觉，还要画画。对，我算上钢琴，一共8个小时到10个小时。我们祝愿我们可爱的7号选手哈，能够在今后的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利哈，听到你更多精彩的表演，尤其你刚才那段古筝气定神闲的，特别像个小大人。谢谢姐姐。希望你的艺术之路越走越顺利哈。谢谢我们的7号选手。好，现在经过工作人员的核算，6号选手的成绩已经统计出来了，我们再次